咋了？我叫远庭当这个副军长，怎么不对啊？那我呢？那我啥时候是个头？你呀，你就好好给我缩着吧，啊！不当就不当，副军长是啥了不起？哼，既然没啥了不起，那你生八气干什么？叔叔，你也替小侄想一想。我们自打同日本人合作，林达非当参谋长，就算了。关振宇当副军长，我也没说啥。可现在关振宇不见了，你让杜远庭当这个副军长，那我呢？我只配被压着呀！人小范也能看着我才怪呢。知道你这样吗？啊？你知道我为你这个事儿费了多大心思吗？本来这个副军长应该当，我就是怕你心里不乐意，我才给了远庭。你说你要是有本事，我这个军长还有这个总司令，我都可以让他。我也没想夺你的总司令，你说这气话干啥？你瞅你那个熊样！老四，老四。走吧。里面什么的东西？物资件，统统的打开，我要检查。不能打开，还不好疯了。开！打开！你是哪个连队的？竟敢拦着我的去路！师妹，打开！快！不要暴露我的行踪。嗨，我们走。
小和尚，这两太太去了。大师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我是鱼。管夫人和他的孩子不是我们杀的。哎，老三，你常陪着我四婶到清凉寺去，你就没看看那老和尚到底长得啥模样？我哪注意那事儿了？那你看我四婶跟那老和尚是不是认识啊？大哥，你怎么问这么仔细了？老和尚有什么事？没事，我就是随便问问啊。四婶老往清凉寺跑，军长他不是心里气不顺吗？怎么样，最近李成祥、申子玉这俩孬种过得怎么样？他们能怎么样？哎，大哥，我跟你说这事儿吧，强求不得，他愿意跟谁你就让他跟谁去吧。啊，就让他们白白跟了二师了，那可是一万大洋啊，砸在地上他都是个窟窿。大哥，你就这么想，破财免灾不就完了吗？破财免灾，你想的关振宇那天那个老子天下第一的雄将就他妈生气。白哥，你就别老想这事儿了，光副军长人都不在了，军长要知道你又冒上了怎么能骂。哎，你小心点，你变了。那你说咋办？你说咋办就咋办。要不就你这句话，跟关振宇林达飞斗明了咱就不过来，咱万一呢？我也不知道杀我的那些刺客是谁派去的。老四啊，我不让你去你还偷着跑去了，那清凉山勾你的魂是咋的啊？你啥时候听过我的话？这没根没底的事儿，我上哪去查刺客去？不用查了，我不去了，以后也不用去了。大哥，四嫂，大哥，我听说四嫂在青凉山遇险了。我叫你查谢老兵被杀的事儿，你也没个话。哎呀，我估摸着这事跟青凉山发生的事一定有关。他妈的云山雾罩，哎，弄的什么把戏这是？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查清楚。小姑娘，你放心，这副军长我不稀罕，我里边要当就当军长，混出人样来，不能让。也丢人呐。
我让你当副军长，是想让你抓军权。你想想，现在三师二师连你叔叔下命令他们都不听，更何况你呀？你能调动的，不过就是一群拜把兄弟。那倒也是啊。你放心，二师迟早是我的。你想打二师的主意？关振宇正好不在，就是个机会。哎，小姑娘，上次你不是让我离开日本人吗？还抓军权干什么？离开日本人也得抓军权。那离开了日本人，咱们上哪去啊？你怎么不会让我再回国军吧？这话你可不能乱说。今天太晚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回头再说。小姑娘，你让我再坐会儿呗。不行。好好好。明天见。据银狐和木村军的情报证实，林达飞这几天和萧凡隐接触频繁。还有什么新的情况？萧凡隐和林达飞接触的同时，还利用美色勾引李彪，但李彪并没有从他那里得到可靠的消息。你怎么看？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。关振宇失踪后，黄协军经过短暂的混乱，居然一片平静。军统的余英一开始还大张旗鼓，现在居然也销声匿迹，共产党到现在为止对黄协军居然没有任何动作，萧凡一直在鼓动李彪离开黄协军，这一切都证明他们在酝酿一个大阴谋，会不会是在策动黄协军兵变？哎呀，师傅，哎，买东西，啊，要啥？要铲子呀？哎，铲子，好，挑吧。哎，师傅，你没有新的啊？都上旧了。这打出来没几天。子燕送来情报啊，余光龙被杀，地下党派到青南山保护余光龙的同志也牺牲了，估计四姨太从他那里得到了什么情况。余光龙是李万成的卫队长，从他甲子到秦岭山登和尚这一点看，他一定掌握了关正宇妻子被杀的重要证据。他走这一步，要么良心不安，要么怕李万成杀人灭口。让子燕和这个司机太正面接触一下目情况，搞清楚关正宇妻子被杀的真相，是证据关正宇起义并向我党靠拢的重要筹码，我们要不遗余力地做好这项工作。跟李部联络的密码交给山峰，山里等你们的消息。啊！我已经。我是张谷川。现在走。什么？
我一定找出来。同意。怎么有这样的事情？关振宇他到了北平，关振宇在北平，那现在又回来了。 继续把你一个巴西一个失踪的巴西。孙将军怎么说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将军什么也没说，还让我们继续保持一个关振宇仍然失踪的样子。两天之后，再到青鸟山去营救他。青鸟山刚刚发生了血案，去哪里干什么？ 你为什么总爱刨根问底？司内经命令我们，救出关振宇之后，要尽快把李完成送往北平。将军还得到银狐情报，说黄协军里会有共产党必要的时候，进行全面清剿。银狐就在黄协军里。 辛苦你们了，伟三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哪得罪你们了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事儿办完了，明天跟大哥交差。这枪，阿美，伟三，我说好了，这枪啊送给兄弟们了。我宁愿是大刀片。为什么？想不到。 你也暗中勾结小鬼子，哼！我勾结的可是日本鬼子的大官儿。朱老板，从今儿起，咱俩井水不犯河水。你放到这儿的东西，我敢保证，没人敢动一丁点儿。告辞。伟三，你为什么这么恨日本人呢？ 日本在红土村犯下的血案，你知道吗？买卖哥们儿的媳妇，就是让日本鬼子杀害的。小鬼子遭了，还有日本鬼子，中国的人。 告诉你们是谁吗？没有。实不相瞒，我不是朱老板，我是关振宇。你开玩笑吧？不是。你是以前在太行山上打鬼子的关振宇？是。后来又给小鬼子当走狗的也是你。红土村血案，你也去了。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他们正在杀人，你为什么不管啊？这账怎么算？李三，你的账你要算，我的账也要跟日本鬼子算。有什么账？日本鬼子不仅仅在红土村杀人，在我们中国杀了多少人，侮辱了多少妇女？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，兄弟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我的骨子里跟你流的是一样的血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枪毙北平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弄这些子弹吗？就是想保证这些子弹挂进鬼子的胸膛。真的，我向天发誓，如果赶不走日本鬼子。 我关振宇就把这条命留在了太行。关副司令。
只有大哥你，兄弟我也不是泰山，兄弟告诉我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你是个汉子，后山有个山洞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这里藏有十把三块大石的下边，有十挺机枪，70支步枪，都是韩阳造的，用它。 官府司令，为啥跟你大哥子不下的？现在还不行，好好训练队伍，有朝一日我会派人跟你联系，一言为定，绝有使命。看到林参谋长了吗？他们肖三爷出去了。什么？ 消防一关是。总部命令，原定8月20号起义计划，现在推迟到9月10号。秋薇，怎么能这么定时间呢？万一明天有个绝好的机会，我们还冒险等着吗？子枫，你是不是要把队伍拉到八路军去？八路军也是抗日队伍。 可你别忘了，你隶属于国军。我现在是皇协军。子枫，咱们快走吧，你赶紧回二师，李彪就要对二师下手了。那是我初中的死。 这件事情，现在已经准备好了，李冬明管大人。事成之后，我就做王妃。若是过去了，你找你们回来。记住，谁要是将此事泄露出去，杀了全家。来，找个地方换身衣服，马上行动。是。 喂，有人要在水野路上暗杀林达飞。你是谁？喂，喂。哦，林达飞，我知道了。川谷司令有令，对皇协军的几个主要将领。 既要保证他们的安全，又要注意他们的动向。嗨，你们他妈哪件事给我干利索了？是吧，西诺？林达飞好像没有往下追查的意思。滚！叫他们拿着钱滚！是。李彪。哦，肖姑娘。杀林达飞的事儿是你派人干的。 小姑娘，你这么冤枉我，你也不想想，谁都知道我跟林达飞不对，我给自己找事儿嘛。不是你呀、啊？不是。要不这样，我替林达飞找出凶手，替自己洗个清白。哎，老四啊，今儿你累了，早点歇着吧。啊。哎。哎。 你也去吧。军长跟太太在吗？刚回来。啊，滚进来吧。叔叔，谁又惹你生气了？你跟我装什么呀？我怎么你了？你个王八犊子！你说，暗杀林大飞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哎，叔叔。 你这不是往小子指头上扣屎盆子吗？你扣屎盆子，就你那两下子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啊！你背地里捅林大飞的刀子还少了，到处说他是共产党，是黑手，你小子到底想干什么？叔叔，为了认你，你干的事儿值吗？啊！再说了，肖姑娘是什么？肖姑娘是常武川跟前的红人，跟林大飞有特殊的关系，你能扒得了这个杠头吗？你还是我亲叔叔吧。
我喜欢一个中意的女人，你拦着，或者想放大点，你压着，哼，我被你送死在你的手里了。林大飞，林大飞，林大飞怎么了？你处处袒护林大飞，你干脆让他替我们李家传宗接代得了，混账！当副警长啊？你今儿个当副警长，明儿个我跟你四婶就得找人挖好坑，等着往里躺啊！哼！就在这儿吧。文三，准备吧。这几天部队情绪怎么样？还能咋样啊？张局长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弟兄们心里有点发毛。总团长，李参谋长。李医生，李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总团长，官副军长都失踪好几天了，别人不急，你可不能不急呀、啊。我咋能不急呢？我来拿放在这儿的药箱，官副军长不在了，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。李医生，吃过饭再走吧。然后我派人送你。谢了，我还是早点回去。哦，李医生，你也在这儿了。沈先生，你这是？有个病人请我来看病，我顺便来看看关将军。关将军，他怎么了？关将军出远门了。等他回来，我叫人叫你去。你先忙你的啊。哦，那好，你们先忙吧。林团长啊，你觉得李医生这个人怎么样啊？有点琢磨不透，但是我觉着他对官副警长倒一片真情。耿团长，你是不是特别担心官副警长？那是啊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走啊。黄包车，你们俩锁住门口，任何人不能放进来。是红土村死难姐妹的血衣，也是中国人带血的灵魂。关振宇，关副局长，这些血衣还不到让兄弟们看到的时候。啥意思？一定要用到关键的时候。关键的时候，耿团长，你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，李大飞也是。一定要十分，绝不能付出无谓的牺牲。让开！都是让开！都是让我进去！都是让我进去！都是让我进去！让开！林参谋长，我可真是看走眼了。杜师长，这是怎么了？林参谋长，咱们共事以来，我杜远亭没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的吧？是，包括他耿杰，我也没拿他当外人，对吧？没错，
你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？杜师长，你说这话啥意思啊？谁对不起良心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清楚啥呀？甭跟我着急，等李军长来了，咱们当面把这事说清楚。说清楚啥事儿？我说清楚啊，袁婷。院长，哎，袁婷啊，麻烦呀。我说袁婷，啥事让我火烧火燎的过来呀？啊，李军长，这一碗水你可要端平。这人命关天的事，林大飞今天再给我个交代。人命关天，程委员，以用户的消息，李万平的厨师王强是共党的情报人员。还有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关振宇的妻子很可能是李彪杀的。李彪为什么要杀关的妻子？说下去。这个消息对于关振宇来说就像是一颗炸弹。这么些年来，据我所知，关振宇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十分暧昧。李彪之所以杀他的妻子，就是想让关振宇和共产党之间反目成仇。一旦关振宇知道他的妻子是李彪杀的，势必同李万成之间的矛盾要加剧，那么这支队伍的前途不堪设想。马上封锁这个消息，必要的时候把那个李彪……这个我也想到了。银狐要我们抓捕王强，从他这里打开缺口，查出共产党在黄旗军队的组织。那就立刻行动，在关振宇回来之前把问题解决掉。来两瓶红吧。伙计，啊，来，老板，咱们这儿有什么呀？烧饼、牛肉丸子。那就来四个油酥烧饼，两碗牛肉丸子。好的，四个油酥烧饼，两碗牛肉丸子。我那俩哎，哎，伙计，你干啥？这儿的油酥烧饼非常有名，来尝尝。尝尝，吃，嗯，哎，不错。牛肉丸子两碗，牛肉丸子也非常好啊，来，吃着啊，给我白肉吃。哎，你们吃完饭还没付账呢？付什么钱？我们又没有要东西。哎，谁买？你干嘛？你不付账？是人家谁付的账？别买了。我知道了，木村君，一定要盯住李淑珍。注意林达飞的动向。怎么了？木村君报告，李万成的厨师王翔失踪了。一个林达飞已经够让我们焦头烂额的了，马上就要回来一个关振宇，如果他们联系上，我们将面临致命的危险。林达飞是另一个目的，现在关键是关振宇。关振宇应该到了青梁山，撑不住，我马上就去搞。军有军路，马有马道。你林达飞和关振宇有能耐把申子玉、李成祥的两个团拉过来，我杜远廷不眼红。你们干嘛拉我三师的人，还要杀死我的哨兵呢？杜师长，你这话从何说起啊？从何说起？
你问问你的耿团长去。问我？我咋的了？你问我啊？别在这给我双算！你放屁！凶手就是你的人！我姓耿的，明人不做暗事，你别他妈血口喷人！耿团长，不得无礼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们吵什么呀？啊？你说了半天，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帽子给我拿来，你们都看看里边写的什么。姓耿的，我可不是李彪，你他妈别在我面前耍横！三，谁他妈干这种没良心的事儿？谁他妈生孩子没皮眼儿？陆队长，这个是，这是凶手逃跑时留下的。马飞啊，耿团长绝不会做这种事情。前田大佐，木村顾问到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大哥，陆远庭带人到曲沟了。军长是不是也去了？是啊。打得越热闹越好。可毕竟这是自己人啊。自己人？自己人怎么了？老三，做事情不能太心软。你准备那几个人每人30块大洋，你可跟他们说好了啊。谁要把事情说出去，我他妈杀他全家。大哥你放心吧，我都嘱咐过了。可是我就怕这事儿给闹大了。哼，闹大？我就怕他闹不大。哥，喂，哥，哥，耿团长，林参谋长，三营的人全部带到，一个不少。邢督的，你挑吧，看谁是凶手。耿杰，你明知道我没看见凶手，你集合部队干什么？那你凭啥说是我的人干的？就凭你帽子。好，没有帽子就是凶手，行吧？是凶手，我他妈就崩了他，行吧？谁让你把部队带来？我他妈不背着黑锅！我命令，马上把部队带回。马上！部队带回！好，动！耿杰杀人嫌疑在前，撕掉部队在后。李军长，我建议免除耿杰的团长职务，二团再由木村顾问负责。千田大佐，你仅凭有杀人嫌疑这一点就免除部队的一个主官，这恐怕不大合适吧？林参谋长，耿杰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。哎呀，大飞，你别争了，远庭的还有一肚子气呢。杜师长，你听我的，先回去。我会把事情查清楚，给你个交代的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走。杜师长的为人我很清楚，不会无中生有。但耿团长的为人我更清楚，这件事儿绝不是他干的。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？不，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陷害，制造混乱，目的是搞乱二师。李军长，您认为有这个？林参谋长凭什么这么肯定？
那这么说，钱天先生认定了